4月13日，美泰公司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媒体见面会，并宣布马清华将加盟旗下品牌风火轮，出任其最新的全球品牌大使，与唐纳·福斯特、马里奥·安德烈蒂、丹尼卡·帕特里和豪尔赫·沃伦佐等其他世界知名车手和明星们一起，和全球的男孩子们分享和传递对赛车运动的热爱。并且马清华也将代表卡特汉姆 F1 车队参加4月12日至14日在上海举行的2013 F1 中国大奖赛。